糟糕，我知道了。糟糕，我知道了。糟糕，我知道了。圣诞老人也来做身体检查，测量体重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红色涂圣诞老人的帽子和衣服。用黄色和灰色涂电子秤。用黄色和灰色涂秤。用浅绿色涂北极熊医生的衣服。糟糕，我知道了。糟糕，我知道了。糟糕，我知道了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并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